好饿哦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那我吃汤包好了。你确定汤包吃得饱吗？可以了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我很饿哎。好了。那你就吃泡面哦。对啊，想说比较省钱。啊，我的汤包咧？不要急嘛，来，你的汤包。这傻小，我要的是小笼汤包，不是泡面的汤包。